自己很年轻，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。当身边的风景变成了一道道回忆，却忽然发现风景依然在，人已非少年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唱。现在投票通道正式关。见到的话有见到的说，见到的歌见到的唱着，见到的你会见到的话自我思议拉扯。周深加盟江苏卫视金综音乐原计划，该节目正在录制中。7月31日晚，周深参与澳门录制，据说演唱了4首歌曲，每个舞台都非常棒。这个节目是歌手和原创音乐人的合作，具体模式比较新颖，是一个歌手和原创音乐人双赢的节目。据悉，音乐原计划除了周深，还有薛之谦、张靓颖、单依纯等实力歌手，期待节目早日定档播出。7月31日晚上20点和20:30，周深巡回演唱会南京场进行了二次售票，大家都抢到票了吗？没抢到票的米子们，做好准备，等着抢杭州站加场的票吧！你没听错，杭州站已经确定加场。杭州滨江文旅局在7月31日晚回复网友提问。周深杭州演唱会8月23日加场属实。之所以在原计划的24日之前加场，是因为26日周深要参加东方风云榜，各位准备拔刀吧。再说下周深不可思议的武汉演唱会战报，2024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主话题阅读量破24.5亿，全网登热搜热榜55家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破3.5亿。工作室7月31日19:29卡点发的战报中，除了给生米过10周岁生日、大合唱难度升级、机械臂10周年的欢颜、一起淋雨等等既好哭又好笑的细节，更说因为你们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了，谢谢你们10年前让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男孩子被听见被看见。
化身孤岛的鲸有小海豚就不再孤单了，能够在人生惶愧3万多天里遇见你们是我最大的荣幸。生米本来已经慢慢的在阶段了，又被整这么一出，又被感动哭。正如战报最后说的，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这里，音乐会带我们在未来相见。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，周深的名字犹如最亮的星辰，引领着无数粉丝的心跳。他的演唱会为何能让我们所有人的心跳同步，共同感受那份无法言喻的激动？喜欢周深的人不分年龄，不讲性别，不谈对立，就像他的歌声隐匿年龄，不分性别，不限音域，展现出一种超现实的色彩，治愈性极强，就像他的为人温和柔软，甚至有些过于体贴。门票的秒空不是简单的售罄，而是粉丝热情的证明。他证明了周深在我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，证明了我们愿意为他的音乐付出一切。周深的演唱会是我们所有人心灵的集体共振，在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音乐的力量，更感受到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共同的心跳和情感。8月10日至11日南京场，不见不散。谢谢我们的舞者们，谢谢大家，掌声给他们。从前也有很多人告诉我，说我在舞台上很容易被舞台吞掉，看不见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体育场开演唱会。让我再听一下好吗？你们好吗？好。所以你们真的，周深都可以做到，你一定也可以做到，好吗？好。接下来是我们非常开心的点歌环节。在此之前，我今天也是儿童节的一个开心的小朋友，所以我想先让你们给我唱一首歌好吗？好。有一首歌应该算是跟深圳非常有缘分，同心怒火里的中国青春流动，灯火里的中国